promise to tell th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If you don't call me. Hello， 今日又是新一套的 vlog。 我今天要去这个 SM Town， 因为讲起 Shiny comeback， 跟住呢我而家真的一直看他们，所以觉得哎唔得掂啦，我要去一次这个 SM Town 的 store 度。哦，我讲我真的呢，我真的每日都睇，每日都睇佢哋住呢几日，睇到又喊啦，又笑啦，真系有呢个 emotional， 好 emotional 呢几日都。好期待今日会发生咩事啊！我哋而家嚟食嘢先，之后阵间再出去 SM Town。我好兴奋啊！我唔知点解，唔知点形容我今日嘅心情。哦，我同你讲，琴晚系 bubble， 我琴晚买咗 bubble。我同 Kelly 仲喺度话，好，唔买，好白痴咯，不过，唔会俾钱公司咁样，点知呢个人突然间寻，全部系两个 member， 今朝 Wonder 写咗 message 出嚟咯。你买呢个 Mark 同埋买你而家中意最中意嗰个，佢哋有一个 package 买嘅，你真系可以考虑下。你而家要唔要分享下你而家中意边个啊 ？Welcome to the SM Town。我是今天第一次終於出鏡的、啊、這個是我們的 XOL 這個是 SN 前，你是多少名人姐啊？ SN 開始，哦，有沒有買 Bubble 啊？當然沒有。今天 Wonder 發了 message 給我，很有趣，他說他現在去練習，他今天練習還不見到他呢，會等你跪在這裡，看著今天我們會不會見到我們的 Bling Bling Shiny、啊、我興奮了。估唔到我哋個 SM Town 要 book， 所以我哋而家嚟咗呢個 Coex。最 sad 喺呢度，以前有 SM Town 嗰、那個成個 building， 而家冇咗。俾人影到爛嘅 per 打板，咩 per 麻蛋 per 打板咁多先 per 麻蛋。我有幾驚都睇完呢啲之後，但我勁驚咯。我係 Skittles，Skittles Chan。SM fans 平仔 cafe 會做嘅嘢。我發現咗啲嘢，一個好唔靚嘅牌，但係。我的心真的跳得很快，咁多位。我哋而家嚟到青潭站，我哋去呢个六号出口。Don't call me。Don't call me。六号出口。要要。我哋做咗半个钟啊，好紧张啊。今天的问题是，究竟我們會被人踢出去呢？會不會入到去？啊，那邊的人都是男的啊。不好意思。哇哦！哇哦哇哦，看到後面了。買了要買嘢啦 ，OK， fan light， 拜拜。哎，我覆佢，一出站竟然是落雪啦，大佬啊，落完未啊？三月啦，冇啦，唔好再落啦，好唔好啊？我哋呢個員工聚餐啦，咁多位，恭喜你葉莎，同埋恭喜我謝葉莎。可以拿出家用化妝袋。
死我！好靚啊！佢會唔會太閃啊？好煩啲光，好緊張啊，大佬啊！啲光得滯啦～好靚啊！好識閃啦！真係好靚。哇！仲閃得好快添啊！頂頂頂呢個好快閃得。幾耐冇用過，而家熒光下閃得好快。都啱啦，你而家做咩啊？做嘢咯。好靚，我要開雙元啦今日。原本啱啱住喺 cafe 度做个 conclusion， 但因为 cafe 太大声呢一幕，所以而家翻到嚟呢个屋企啦。我终于去到呢个 SM 嘅新 building， 都几开心。首先我想多谢今日同我度过咗好情绪起伏好大一日嘅 Sua 同埋 Cathy， 佢哋两个都系 SM 嘅部下啦。然后虽然我迟咗好多，但系都终于翻翻嚟呢个我初心嘅怀抱度，因为。系啊，所以我都好开心攞到买到我今日嘅 warm ball 啦。啊，系想加翻句话，今日其实去呢个 SM building 嘅时候有啲失望，因为我 expect 佢哋可能真系会好亲切啊，真系好似一个 Disneyland 咁样嘅感觉啦，即系可能会啊，我收声啊，冇 Peter 出面买 Smith 出声啊，即系冇啲嘢啦。但系唔系，佢哋啲态度有少少串咯，所以我觉得有啲唔系太。唔好太受 welcome 嘅感覺，所以係啊，但我都達到我嘅目的，所以就算啦。中意嘅話可以 like 翻呢條片，我哋下次再見啦。